好，我们请学姐跟林心帝，一起介绍一下这一支学姐最爱的爱尔兰皮革开始。学姐，这一支应该算是 Memo 皮革香的代表作。然后我觉得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它香调的前中后段正有明显的呈现出爱尔兰大草原马在奔驰的那个氛围。那它的前段的草香我觉得很适合台湾气候，因为它会带你给你清凉跟舒爽感，所以你会觉得很有精神。是，但是它后面的皮革香又很舒服哦，它很像你穿了一件新的皮衣在身上，很有个性的氛围。所以这一支蛮推荐给想要找一支香味特别，然后有特色，很有个性，可是它又不会张扬到让人家觉得你身上味道太过的话，我觉得这一支很适合台湾。天，不管是任何的场合或是气候，可以试试看。OK， 推荐给你们。好。林心力觉得这支很棒，是因为它一开始那个番茄叶的那种绿感，要还闻得到这种叶子毛茸茸的感觉。我觉得它整个味道就是很鲜明，然后会带给你一种就是在大草原中奔驰那种野性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它在也特别适合，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你想要带来一些力量感的时候，我觉得这支也非常适合穿它在身上。推荐给大家。好，谢谢，拜拜。